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丽的视频。我是让您健康又美丽的梦丽哟。梦丽呢，今天要跟大家推荐我们陈燕的逍遥这一瓶是逍遥，里面有100粒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都是比较缺乏蔬菜水果的族群，还有就是说因为工作太忙碌，也许每天喝的就是我们喝的水量也不足2000cc 以上所以说一般来讲，大部分上班族啊，一般就是家庭主妇啊，都会说啊，他都便秘每次去上厕所呢都要坐很久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那今天呢，梦丽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我们陈燕的逍遥里面的成分也是很棒就是红枣，然后紫苏、甘草、生姜、木薯粉、木瓜粉那这些高植物营养素的成分呢，可以滋养我们的整个消化道系统。那今天的话，如果说我们每天滋养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些消化系统的问题。因为呢，国人就是说癌症排行榜啊，大肠癌啊还是排在很前面所以说我们不能不去注意到，因为你的粪便一直堆积在直肠、大肠、小肠都没有办法排出来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的毒素一直累积在体内的话很容易产生一些病变所以说我们不管是你的胃还是说直肠、大肠到小肠都是属于我们的消化道系统，所以说我们平常的话一定要多饮用一些我们陈燕的比如说像我每天在喝的就是像佩仁它里面就有20几种的蔬菜水果，那这样子你补充大量的纤维质啊，还有植物营养素的话就是会让我们的整个肠胃道比较顺畅一点。还有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可能就是肠子比较过敏的话，可能就是吃东西比较容易腹泻啊，或是我们吃下一些比较不干净的食物就会造成腹泻啦，或是说腹胀消化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说我们平常的话建议大家来使用我们陈燕的逍遥对你的肠胃道的照顾啊，还有整个消化系统啊，帮助都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喜欢我们陈燕的产品，真的都很棒谢谢你们。那今天梦丽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祝大家健健康康谢谢你们。